那欢迎大家，再次回到唱作俊佳的现场。在外面逗留的同学们，赶快进教室。我们今天上那个最后一堂课，上完大家才算那个顺利毕业。今天那个我们这几天毕业典礼的都是假象啊，我们今天才是那个毕业典礼哦。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唱唱歌，一起毕业。那千万不要流眼泪，我们忍住，强忍住泪水哦。今日那个哦，你以铁花村为荣，明日铁花村以你为荣。接下来是那个下半场，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位置哦。如果你在外面觉得有点热，然后蚊子有点多，你可以进来。我们这右边有一个那个土豪区哦，这个近距离观看哦，然后椅子靠背。是我们村内唯一两张黄色的椅子哦，你坐上去你就觉得你高人一等哦，但我们不会特别服务你，你就享受在那个其中哦。好，那我们那个下半场的第一组哦，他们团名叫做还没想好哦，在哪里？还没想好啊、哦？还没想好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想好了吗？还没哈、哦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那掌声欢迎。好、哦，知道。
其实我们在来表演的路上，就是我们第一次来这边表演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可以表演两首歌，然后我们以为只能表演一首歌，所以就我们还在那边想说，哎，等一下我们表演一首歌完的时候要怎么办？我们已经练了两首歌了怎么办？然后想说那就鼓手都躲在鼓后面，然后就假扮说 uncle uncle 这样子，所以明天可以表演两首歌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就是表演那个小情歌《苏打绿》的，谢谢。真的是太白老鼠了，真的是，好。